现场所有的来宾，大家早。好。Morning, everybody. 首先非常感谢各位今天啊，利用星期天一早带着自己的孩子来辅仁中学参加辅仁杯冠军赛。那感谢各位的支持。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Today we have some English performances for your enjoyment. 那今天我们也为各位准备了一连串的精彩活动还有表演。那这些表演呢，也是我们校内的英语学习的成果发表。We have some readings, speeches, and dramas. 那在我们节目一开始之前呢，我们是不是先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So James, would you like to share something about yourself?My name is James. I'm a Canadian English teacher here at Fort Ann High School. I've been in Taiwan for 15 years, and I've been in Jiayin for the same amount of time. Ah, that James 老师的那个领域专长，也就是我们的 English conversation 英语会话，那还有 drama 剧场指导。那我呢，我是 Joey。那今天非常非常荣幸啊，能够以校友的身份，还有实习老师的身份，回来学校呢，站在这个舞台上担任今天的。主持人的角色，那这个对我而言呢，真的是意义非凡啊！其实以前在读书的时候，我真的是一个英文狂热分子，举凡呢校内或校外的任何英语比赛，我都曾经参加过，那也都是屡战屡胜啊！我自己讲是不好意思的。好，那个今天呢，我希望以学长的身份呢，站在这边来鼓励我们的学弟妹，希望辅仁中学呢，这个。英语的优良传统啊，得以延续，那会有这个薪火相传的意义在其中。那第一个表演要带来，要带来的是合唱团的表演。那我们学校的合唱团呢，会固定利用每周的两次的时间做彩排，那有两位非常专业的音乐老师呢所指导。我们会将英文融入音乐的教学，让小朋友、让同学从小就。从音乐当中学习英文，这样的过程是一个学习非常自然的一个过程哦。那同学也会进而喜欢上英文，提高他们的学习动机。那今天呢，合唱团呢为了今天的场合，那准备了两首歌曲要献给各位。那国一的学生呢，今天要带来的两首歌曲，第一首是《A Whole New World》。崭新的世界，还有第二首《Jingle Jingle Swing》的英文圣诞节。那由指挥张亚玲老师以及伴奏张如梅老师共同指导，我们掌声欢迎。Our first performance this morning is the choir. The choir is all volunteer and they practice every week. Today they have two songs for you. They perform both in the school and outside the school throughout the year.